Bong Ren Jin Tui, what you are going to do today. You are going to interview for your own personal assistant. Bong Ren Jin Tui, 我的生活。请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成？我今天来面试当你的私人助理。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医师的私人秘书？医师是什么？医师的私人秘书。优秀。我会帮你解压，因为我会说笑话，然后你会觉得好好好好好笑。你跟我讲一个笑话，现在。蜘蛛侠是什么颜色？蜘蛛。韩国人。蜘蛛侠。白的面。蜘蛛侠是什么颜色？红色。错，白色，因为是白的面。我问你问题啊，薪水多少？现在抓到了多少？私人助理的。是。这个面试好辛苦啊！你会如何为我的生活？巴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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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金标之界，加金标加资。首先，因为你是一个很大的老板嘛，叫我飞啊，不是很啊？到我的问题了啊，可以跟我说你对那个老板有利与弊吗？一样。我最害怕是什么？菜饭没有卖菜饭。你最害怕是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怕，我没有恐惧。恐惧是豆子。这个是迷你版的时候。SGAG 的新的频道。好，如果下雨，你会如何保护我？我觉得你是一个绅士，所以下雨的话应该是你讲我绅士。我觉得你是一位绅士，下雨的话，我们两个在那个雨下面，你应该会担我的伞。不，可是你是我的秘书。可是我没有那个身高，怎么办？你的手指可以上去天堂。如果我修成仙上天堂，把你的伞。我的老板以前都是一个很时尚的人，所以你如果以后当我的老板的话呢，那我觉得你应该。穿得很时尚，不错。哎呀，不用扣，我知道你扣不上。你怕什么？请压我，女生，请压我。这 PG 吧。你还有问题给我吗？对，我有问题，我想问一下，身为你的助理，如果你菜饭来了，然后我帮你品尝一下，然后如果里面有毒的话，我死掉，那你怎么办？可以做什么你觉得？我。为了你啊！我为了你吃下了毒药，我死掉。你要给我家人什么？我不管你家人，我给他。你是你的家人，不是我的家人吗？我给他先吃什么？所以你要我请我当你的私人助理吗？要。如果你要，我不要。为什么？很辛苦，我觉得我来这里，我那个华文，我的华文也拜拜了。我可以讲华文吗？唱一首华文歌。你要我说多难堪，我根本不想散开，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？这首歌是谁唱的？周杰伦。哦啊！哎，周，欧洲，哎，周。你要旁边，听他说。啊。老板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我的咖啡呢？你帮我拿。来，你的。你去帮我拿冰箱里面的茶。我要去补妆，你帮我背我去那个镜子那里。哇，你很重。Okay, thanks, bye.